即个就是专门伫替人做广告迄、那个三刀一级面啦，即真有效呢。恁喜大会使试看卖，若无效吼，我免甲你摕半仙啦。哎，高头亮啊，嗯，哈哈，哎，哎，啥恁囝的名？我毋捌字啦。啥物名？柯阿亮。超过三个月要罚15元哦。哈？我都毋知影爱报出声啊。毋知影？啊，你却也知影生囝啊？等你透早出去的时阵，伊毋是咧睏啦，无就小阿会去洗衫啦。等到伊精神，你就会甲这个小丑阿面啦。啊，毋是戏台转啊，伊搁咧睏啊啦。伊来认的你啦，哼，袂认的啦，哼。阿姨看你安尼吼，是敢那伊的大神翁啊咧，哼。大仙翁啊，好！我是阿亮的大仙翁啊。阿亮，爸爸是你的大仙翁啊呢，哈，嗯，哈哈。少年的，那是慢歌啊，快歌。快歌？快歌是什么歌啊？快歌啊，就是利用温度跟压力的原理来煮东西的了。我当你讲一下，我听不到你嘞。比如说，我们煮牛肉啊，猪脚啊，本来要2个小时，对不对？现在用这个啊，只要10分钟就可以了，很快就可以烂，有节省时间呢。但是讲起来，人家更是要创啥？咱咧煮物件哦，我们慢慢煮，那味唔只会出来。小徐。等抽完这根烟，剩下的我来拔。先放猪脚，再放点葱花，酱油，然后再来点味精。好，再把锅盖盖起来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点火。你的代办费怎么还不交？忘记带了。忘记带了？你的便当带了没有？带了，拿去蒸了。啊，我冷，你那天陪我来，要洗完都还难难弄过，你给弄你的，啊，我冷。好像是这部车撞到爸爸的哦。哇，好大台哦。就是他车撞到你的。他非常抱歉，请你原谅，同时请你尽量跟我们合作。就是你呀、啊！哎呀，你开车也太不小心了。你的车子那么大，又开得那么快，我在远远就看到你了。我一直想，一直想，你也偏偏把我弄过来。现在他弄到了，再说什么也没有录用了。规世人阿妈吃到苹果，来，一人去摕一粒仔来吃。阿母，这几粒要安怎吃？一粒苹果通啊要4斤米了，安尼也袂晓吃，紧吃。